好，各位议员，咱就接着进行咱下半场的课程啦，吼。我想大家辛苦啦，这透早遮早啊，大家都开始在遐上课，啊，搁遮侪人安尼吼，真也是真感觉讲真感动啊。咱遮台湾有遮侪人安尼遮认真，也该确实真的是真无简单啦。好，那我们这个上课，如果说各位有什么需要上厕所或什么，你们就自己去都没有关系，这样子哈。这我们这个上课之前呐，哦，这个或许老师讲一个笑话吧。这个德比狗公有一个人啊，哈，他可能就是去假日去湖边钓鱼的时候了啊，跟他一个朋友讲讲说，哎。啊，最近哦，那时常，比如说这个人叫老王好了，他跟那一个老周的一个朋友讲说，啊，我最近时常都会胃痛啦，吼，哦，啊那个，啊，这个老周的朋友是一个医生，他就跟他讲说，哎，老王你这样不行哦，你是不是最近生活比较紧张？他说，对对对，他说你要注意，你要休息啊，要不然来讲哦，你这个以后胃会痛，又会溃疡哦，会怎么样怎么样？哦，你对身体也不好。啊，那个老王就跟他，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就来度假，啊，没有想到回去以后啊。这个老王就收到这个老周寄给他哈一张账单呐，啊，说你这个什么时候有一些什么身体的问题问我哈，啊，那这个要收回多少钱？啊，这个老王收到这个账单就很生气呀，啊，有一天在吃饭呢，宴会的场合遇到一个，比如说一个老林呐，一个律师朋友，就他就跟他抱怨说，哎，这个老周哈，写这么意思，大家好朋友哦，啊，我只是跟他讲说我胃不舒服哈，大家好朋友关心一下也没怎么，也蛮应该的啊，怎么这样子竟然要给我开一张账单，要叫我付钱给他，啊，这不够意思啊！啊，这个老林的律师朋友就跟他讲，哎，这个老王你不能这么说哦，你知不知道这个老周他是医生？对啊，我知道啊。啊，你问他的问题，你是不是跟身体的问题、健康的问题有关？他说对呀。啊，你觉得他跟你讲的有没有道理？他说对呀，有道理。他说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明知道他是医生的话。你最好赶快把这笔账单付给他，要不然来讲他就告你哦，你还要付得更多哦。这老王听了就吓一跳，回去赶快把账单付掉了。想到没有多久以后，又接到这老林又寄给他一张那什么账单，是律师朋友啊，说你跟某某有这个债务问题的话，你问我的，我给你要这样要收回多少？这个当然这个笑话如果要一直掰下去，还可以一直掰下去呀，哈，但不过。不过那个，我们就到此为止。这个讲笑话不是目的呀，哈，讲笑话的目的是因为哈，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啊，然后可能回来上课，有的人可能刚才电话还没有讲完，或者跟隔壁同学阿伟讲完，那个给小哥多讲两句。那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讲一个笑话，给他做一个 break 这样子啊，好啊，那听笑话跟笑话前跟笑话后，哦，这个。这个才是目的，这样子哈。这个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实际上看很多那个人讲说，哎，很多日本人日商公司哈，日本人的公司，你看我记得，你会觉得说很奇怪，为什么这个老板付钱给员工领薪水，他在早上开始，比如说叫他们做早操啦，唱什么工厂歌啦或社歌啦，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日本公司为什么这么无聊啊？哦啊。啊，付钱给员工，花薪水给员工，然后做这些什么做早操这些事情。但是后来人家去给他进一步去探讨说，其实他们这样子做有他的目的呀。好，因为他是要让你一般人，你上班前跟上班后做个区隔啦。因为有很多人哦，早上去办公室开怎么样子，有很多太太才开始，我小孩送去幼稚园才开始打电话给幼稚园老师说啊，我那个小孩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开始交代。啊，有的人到那边才开始什么，去办公室才把早餐带去什么，办公室要开始吃早餐呐。啊，有的人来讲是到办公室开始要看早报啊，哦，是不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习惯？哦，那日商公司他们就是希望就是说，好，那我们就每天早上集合的时候，你要做的，你要打电话给幼稚园老师，你要在集合之前打，你要吃早餐，你不能，你总不能够拿着早餐到那边大家唱歌在那边吃吧？啊，所以他就是要你要做什么跟你个人有关的事情，你要在这个时段之前把它做完。那他宁可花15分钟、20分钟，啊，那大家这个唱个歌，然后唱个回来以后，每个人来讲就开始工作，开始就定位，啊，这些。
在他们管理学上来讲，这是一个日本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模式，啊，这个，啊，那我想这个我们老师讲一个不是很好笑的话，啊，但是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同学把这个什么，啊，精神集中过来。可能刚才电话没讲完的啊，那个就先关掉了，等一下再讲，或者是跟隔壁同学还没有讲完的，我们等一下下课再讲。好，好，那我们这个老师的笑话，这个不是很好笑，笑话讲完，我们就开始，啊，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看的就是易算书的范例啊。易算书来讲，可能很多人，哦，他是易算，但是他一定要透过一个什么书面的资料嘛。好，哦，那书面资料来讲，好，哦，这个每一个单位啊，好，哦，以我们台湾来讲，我们现在政府来讲，它是各部会每一个，我们刚才有讲，有总预算，有单位预算，有附属单位预算很多的话，哦，这个每一年来讲，这个预算审查的时候，哦，这一个我们光我们台湾的政府每一年就好几百本呐，啊，哦，像这个预算审查的时候，每一年要审查之前呐，啊，哦，通常来讲，这个我们立法院的工友就会用什么样子，用那个手推车啊，哦，那个大概用手抱是抱的，每一个委员就送一整柜的好几百本呐，啊，哦，那每一个单位都有一本，那这个预算书的内容来，啊，哦，有很多本，有厚有薄的，我就带一本，大概就是长得这个样子啊，啊，哦，这个是一本是什么？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是立法院，这一本算是因为立法院算是相对比较单纯，所以它的预算书是比较薄的一本了，啊。因为我想说很重，我就你如果像交通部哦，那预算书可能哦，经济部它的预算书就很厚厚的一本啦，啊，哦，那这个每一年来讲，政府它编的就是好几百本，那送到各个委员的话。那我们预算书有那么多的话，而且不同单位都对不同单位的，但是我们可以看的话，哈，哦，预算书，哎，怎么 ？OK， 好，哦，预算书它的一个内容来讲啊，哈，哦、，OK， 好，哦。预算书的话，它不同单位，我刚才讲有好几百本，但是内容当然各个单位可能性质不一样，会不一样，但是它的主要内容都不外乎有这些啊，所以我把一些它的一些共同的都要，第一个一定当然就是一个这个封面呐，啊，好，哦，封面的话一定是说你哪一个年度嘛，对不对？你比如说现在这是去年的哦送审的，最近可能暑假会送来的就是什么？104年度的预算嘛，啊，他一定在我们会期开始前要送来，所以预算那这个是什么？中央政府总预算，啊，那这个是什么？中央政府里面啊，它还有什么五院嘛？行政院、立法院啊，立法院的单位预算，那是谁编的？啊，这个封任何一本预算书的封面都是这样。那它的内容呢？啊，预算书的内容可能五花八门呐，啊，但是内容是不一样，但是它基本的架构一定是包含这几项啊。好，哦，第一个就是说，好，哦，预算的总说明啊。好，哦，任何一本预算书里面一定有这个什么总说明啊，一定有这三个东西啊。总说明，第二个是什么？主要表啊，还有附属表这三个啊。啊，哦，那当然这三个里面总说明啊，哦，里面可能有各种的总说明。那主要表几乎。全部都是什么？这个税入来源预算表、税出正式表，还有税出机关表，这三个主要表。那附属表的话，就是哦，有各种你在这里面有一些在另外附属的表，就再把它编出来这样。那不同单位，比如说哦，立法院是这样子，可能哦，教育部的内容，它可能也是一样，也是包含总说明、主要表、附属表。这三大类，但是每一类里面的内容就各自不一样啊。好，这个是我们跟同学介绍说预算书的内容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接着，总说明的话，这个总说明其实它总说明里面的还很多啦。我们只是说印第页给他，他一定是说讲说总说明里面是讲说介绍一下他这机关的什么。的执掌啊，他的组织啊，他的执掌啊，还有他的这些年度的工作计划，这些哦，
编制的一个过程或方法，就是说你要来，他一定会叙述说他这里面怎么来编这个预算的哦，总说明这样子，好，做一个文字的叙述。我们是只有列一第一页，但其实这个有时候往往也是好几页，通常都会有十几页、一二十页这么多的这个哦总说明，好，那总说明完了以后，哈，主要表啊，好，我们第二类是不是就主要表？那主要表，我们刚才讲主要表是不是有三个？第一个主要表是什么？税入别、税入的来源别啊，请同学注意一下。通常来讲，每一个单位都会编一张什么？你税入的什么来源别啊？哦，那税入来源别大概就是长得这个样子。那你会讲说，你这里面来讲，你的收入、你的税入是内容包含着些什么？哦，税入来源别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啊，刚才是讲税入，现在是讲什么税出？但是税出它是根据什么正式别？正式别是指的你的工作项目啊，好，你每一个单位一定是不是有你的什么你的工作项目？好，好，那这个正式别的话，就是哦，大概它的内容也是编造这，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内容的话，可能这个投影片这个放在放大的话，可能解析度都比较不够，不过这没有关系，只是大家看一个长得什么样子就好了，因为这个详细的内容，这个等并不是相对那么重要，你们只要知道说啊，它大概是长这样子的内容，啊，然后再来的话，哦，主要表我们除了税入、税出以外，还有一个什么？刚才是讲税出的来源别，还有一张什么机关别啊，啊，税正式别是说你要做什么，按照你要做什么事的工作项目来分。那机关别就是什么？哦，其实还是你每一个单位，像行政院下面有内政部、有国防部、有外交部，哦，内政部里面还有很多这个很多个单位，对不对？哦，那你这按照这些机关别在编的话，这是什么？税出的机关别这样子啊，哦。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什么？这个预算书的一个范例啊，哦，好，那再来的话就是附属表啊，哦，那附属表的话是我们整个预算书里面最大的、最多的地方。那这个表的话，像刚才立法院，我们刚才讲立法院相对是它的预算是比较单纯，它的附属表大概刚才我们看的话，大概是只有，哦，这个像举个例子，像这个税入项目的说明提要表，哦，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项。立法院大概我们刚才看的话，大概有十几个。你说像有的哦，这个经济部或者是那个交通部这些附属单位或正式比较复杂的，他们有的附属表到二三十张、三四十张都有可能。好，那不管多少张的话，他就是按照你有多少张，你就编一张这样子的表，这样。好，那这个就是说我们的预算书里面的内容，就是封面目次里面告诉我们里面内容。那总共就是有这三大类：总说明、主要表跟附属表啊，这几个内容这样子。好。好，那我们如果说很简单看一下说，刚才只是看一下说预算书长得什么样，但是那个长得什么样那个不是重点啊，哦，重点我们就接着是说要来看的是说预算编制的时候，哦，常见的疏失啊，哦，就是说我们在编的我们在审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注意是说他编的时候时常会有的错误有哪些啊，哦，第一个就是说我想我把这个刚才有人说我们可能后面会抄的比较慢，我把它全部都打出来的话，这样子大家会比较好。我们再来讲这样。好，我是列了十项的这个常见的疏失啊。好，第一个就是说，行政院在编预算的时候没有配合全国总资源的供需模式啊。好，我们虽然是说讲说，我们这一个这公共理财不用考虑到太，不用考虑到你的收入量入为出，但是并不是代表说你的整个的预算可以脱离整个国家的这种经济发展嘛。好，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政府时常会编制这什么，啊，这个预算之后没有配合我们国家的总资源的供需模式啊。这个举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编预算的话，是不是要根据我们的什么国家的经济成长的预测啊？比如说马英九说他在选举的时候说六三三，
六代表什么？我们的经济成长率要六。说实在的，这个我们这几年什么时候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有达到六？都没有啊，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你根据这个来，你如果说你讲说我们的经济成长率要六的话，你根据这个的话，你来编你的所有的施政计划、施政预算的话，那个这个做得到做不到？一定做不到嘛。那我们不要给他考虑到说这个马英九讲的六三三那个只是选举的，我们好了，我们就讲说啊，那个我们不管他。其实你看我们的经建会啊，哦，这是国家负责我们来推估我们的预测我们国家经济啊，哦，他过前几年不是都预估我们的会什么，我们的经济成长会那个会到3%，然后怎么样，最少还有保二。结果我们到后来，事实上我们有没有？我们都没有，我们都是一点几呀，啊。那所以说，在这个来讲，你整个的总这个国家的总资源的供需模式，你这一个啊，这个，就是什么？你这个估计就是说，失真的情形之下，你编的预算准不准？一定都是不准呐，啊！哦，你很多，你说你会经济成长会三，你估计说你的明年的经济成长是三的情形之下，你的支出有没有可能？你的人事会可能按照3%的成长率，你去增加用人的支出，这样可不可以？你事实上你做不到啊。那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你可能你编的预算就会出问题啊。好，哦，好，那第二个来讲，我们可以去注意的是说，他税入低估啊，这个前大概上个礼拜吧，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说，报纸有讲一个说，啊，我们财政部公布说，我们今年的这个营所税的超增200多亿啊，还记不记得？我详细的正确的数字我忘了，但是我记得差不多上个礼拜，是不是媒体有没有我们财政部在讲说？我们的营所税的，那个超增，就到现在来讲，比预期超增200多亿啊，这个好不好？哎，这个听起来好像说，哎，我们税的收的税的话，比我们的预计应该要收的税还多的话，哦，这个好不好？这听起来好像，哎，感觉是说，哎，对啊，最少我修看这，站在我们个人来讲。说我的收入比我的预期多，那当然好不好？那当然很好啊！我没有预期我会中一张乐透，我今年让我中一张乐透好不好？当然非常好啊，对不对？但问题是，在政府来讲，它超增的话，哦，它代表的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说，政府的税收能够超增有两种可能呐，啊，一种的话就是说你的经济比预期中好的太多，哦，但是我们。今年来讲，我们的经济景气有没有比预期中有没有特别好？没有。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什么？你当时的估列的时候，你就低估了嘛，对不对？那你低估会怎么样？低估的话，那代表就是说，你当时你就估计的比较少，你估计的比较少的话，所以你就是不是就比较容易达成？所以行政单位他会对税务会不会希望低估？如果我在编预算的时候，我会不会说把自己的目标设定低一点，我比较容易达成，甚至我会超增，我绩效比较好。其实这个低估来讲是基征单位他投机取巧的一个结果啊。那这个对我们整个的影响是什么？因为你低估了以后，哦，你会造成什么样？你收入低估以后，你的支出有时候你该做的事情你就没有做，就是说，而且有些资源你就闲置了，哦，所以说会扭曲我们的这些什么。那你低估收入，那你钱如果说一定要做的话，你就要怎么样？要去举债，啊，举债又扭曲我们举债是不是说一定就是我们是不是如果没有必要，我们最好是不要举债，对不对？那你如果低估的话，你就可能会你这造成你是多举债，扭曲我们的公债的一个政策啊。好，所以说在预算审查的时候，我们第二个来讲哇，我们可以去注意看他说有没有。税入低估的这个现象啊，好，因为税入低估也是对我们预算来讲，一般很多立法委员可能没有这个观念，他可能哦只是会想说哦我要三年预算，啊，其实三预算只是方法之一，但是我们在对整个的预算的控制来讲，不是只有三预算呐，
哦，我们还要去注意到说，哦，他的收入有没有低估的这个现象，这样，哦，这个我们，啊，哦，这个在以后各位如果当议员的时候，也要去控注意一下，因为行政单位他可以透过低估税入的话，以后他的他可以比较怠惰嘛，啊，哦，然后再来的话，哦，税出结构无法均衡各项的国政啊，哦，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一个政府的税的预算来讲，它的一个规模，反正比如说像我们是哦，这个这个税整个规模是多少的情形之下，那你在偏你在支出的范围有没有偏重在什么地方？好，哦，你如果说偏重在哪里的时候，会不会排挤到其他的这一个这个国政的这些项目啊？好，哦，这个比如说像早期呀，啊，哦，我们台湾来讲，我们都是以什么？我们台湾是把台湾定位为什么反攻复国的基地，对不对？啊，哦，那我们的目的来讲，我们是要什么？要反攻大陆，所以我们把很多的经费都放在哪里？国防里面呐，啊，哦，那你国防的比例，哦，我们以前早期的时候，我们国防经费，哦，曾经高达到我们整个国家预算的30%多啊，30%几呀，啊，哦，那你想想看，把所有的把太多的经费放在国防的以后，那会不会排挤到其他单位的这些经费的支出？一定会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注意到是说，哦，有没有均衡发展到哦各个。啊，各个的国政的这些均衡啊，好，那第四个来讲，除了政事别的均衡以外，我们要注意到说，哦，这个中央集权的结构有没有影响地方自治啊？好，哦，因为我们知道说，早期来讲，我们台湾是比较采用的是什么中央集权嘛？好，哦，我们所有的经费都是控管在中央里面，那中央集权的结构的资料会不会影响我们地方自治？会啊，那所以说我们会造成是吧，中央跟地方的收支的不平衡呐，啊，好，哦，一个是中央跟地方的不平衡，另外一个是什么，地方跟地方的不平衡呐，啊，好，哦，那这一个部分来讲，其实在台湾一直都是蛮严重的。那我个人认为说，在未来来讲，还是会更严重啊，尤其是各位给大家看的话，哦，在明年开始，这个问题会更凸显。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哦现在的地方这组织又改变了。我们今年来讲，我们以前是只有什么台北市跟高雄市两个直辖市，对不对？现在已经变成五都了，对不对？今年来讲又变成六都，连桃园都要。那你想想看，这里面来讲变成六都了以后，那直辖市六都跟非六都之间会不会有产生这些经费的不平衡的问题？就会有啊，哦，所以说这些地方跟地方的不平衡还有什么样子？哦，像我们西部的县市跟台东花莲，哦，有没有不平衡？也是有，哦，所以说地方跟地方的不平衡，还有中央跟地方的不平衡呐，啊，哦，中央的话就是说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不平衡，哦，那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常见的这些编制预算的时候会有的这个什么样，哦，会有的这些缺点呐，啊，那这个缺点的话，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哦，我们就可以来加以注意啊，好，哦，那再接着的话，好，哦，好，哦，就是科目编制的不当啊，隐藏性的预算很严重啊，啊，哦，这个科目之间来讲，哦，以前我们有讲过，刚才有讲说，以前台湾的话，我们为了要反攻大陆，所以我们把很多的预算都摆在哪里，编在哪里。国防里面，国防的预算很高，对不对？那是不是大家就在骂？好，那行政院就讲，好吧，那我们就把什么样，把国防预算把它减下来。但是减下来你会发现说，它减到哪里去？有没有真的减？没有，它只是说把一些国防的一些预算把它怎样乱塞呀，啊，塞到别的单位呀，啊。啊，举个例子来讲啊，啊，我们这个各个大学呀，啊，啊，大学。是不是属于教育部的？哦，这个学校的预算是属于教育部，对不对？好，哦，那我们知道说，像这个军校啊，啊，陆海空三军官校了，或者是四校各种军校，他们名称是叫做学校，但事实上来讲，
军校的 学校跟一般的学校一不一样？不一样。然后呢，然后现在以前来讲，他们编在国这些其实是属于什么样？他是在帮军队、帮国防培养干部，这些应该是属于军事支出。但是说大家在骂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什么，把三军官校的预算摆在哪里？摆在教育部里面。啊，他说什么？这个三军官校也是学校单位啊，啊，所以学校单位里面就是把它编到哪里？我增加教育部的那个什么的预算，那把它摆到教育里面，那这个合不合理？这个你其实只是你的支出还是一样，你并没有说，只是说把它的隐藏到别的地方去啊。哦，类似像这样的情形的话，是行政单位时常难讲的哦，哦，他的掏脚波啦，哦，他会做很多这些小动作，把他那个什么，做这些小动作的这些隐藏啊，哦，你这个明明应该是在国防部的，他就国防预算太高以后，他把它编到什么教育部去啊，哦，看起来好像是国防预算减少，但事实上有没有？他只是把它藏起来而已。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尤其今年来讲，我们要可以来检讨他的什么政府的组织再造方案的预算成果啊。好，我们知道说前两年来讲，我们政府不是说政府要组织再造吗？好，要把我们政府的组织单位太多，他们把它做一些合并缩减。好，那合并缩减的话，我们来看政府组织方案，啊，大概它的成效大概有两个目的嘛，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说要减少人嘛，哈，人力有没有减少？再来的话就是经费有没有减少嘛？要不然如果这两个没有的话，你组织再造的目的是什么？就效意义就不大了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政府组织再造方案的话，在人力的话，这个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问题啊。但是这个有去检讨过，其实我们的人力有没有减少？并没有减少啊。好，我们组织再造的话，我们公务单位，我们的公务员人数并没有减少。那有减少的一些单位的话，我们的业务人员，哦，也增加了，啊，所以我们的人事费用并没有减少啊。好，所以说我们第一个人员没有减少，那我们再来讲，我们今年如果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给他检讨一下说，哦，他的预算经费有没有减少？好，那这个因为政府组织在为什么会做这个要做这个？因为政府组织再造方案是政府这几年一个重大的一个计划案嘛。那计划案当然我们可以透过预算去给他啊，看他的一些效果是怎么样子啊。好，好，那第七个就是说各种的补助啊、委办的，啊，补助费用啊，哦，是不是太过于胡乱呐？好，是为了广结人脉，还是寻求政党政策的论点，还是啊充当支撑民愤的工具呀？好，我们政府来讲啊，我们政府我们养了很多的公务，我们有很多的公务员，但是很多的公务员以外啊，他们该做的事情以外，我很多的经费是用在哪里？好，委托办理呀。那这委托办理来讲有没有效果？会不会太过于胡乱？这个我们在预算审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把它怎么样子？把它审查去，把它注意啊。好，这个像上个月底不是立法院最后一天会期的时候，最后一天通过一个什么这个6年600亿的治水方案呐，啊，这个治水方案这个钱来讲，其实说实在的，在立法院大概任何一个政党，没有哪一个政党敢去把它挡这个治水方案。哦，也不敢删了，为什么？因为你哪一天如果说做大水的时候，那水如果说是因为这会影响人民的生命财产，你如果说哪个政党，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台联党谁去挡的话，以后哦如果出事情的话，不被人家骂死才怪，对不对？这个治我举这个例子来讲说，像治水方案，这个钱是那么多。但是，而且这个没有一个政党敢讲。但是这个要不要？它中间有没有毛病？有啊！你这个预算这几百亿，你让它通过了以后，接着的话就是说，地方政府拿的这些治水方案有没有真的去治水？哦，这点的话就是我们要很注意啊！哦，这个
我们认为说治水方案大家都要支持，但是支持的话你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钱，我个人觉得有时候是还蛮可恶的，就是说把这个钱是跟人民的生命财产有关，我们他拿去做什么？选举的时候给他做把给他的庄稼啊，这个要治水的话，然后怎么样子，然后就给他自己的，比如说这个是地方这个庄稼段，你就成立一个什么工程公司，你就给你要做什么事啊？但真如果你真的有做还好，如果万一是没有做的话，就把这个钱拿去分掉，这个其实是很不应该呀，大家可能会不会觉得说啊，老师你这样讲好像是不是无底放矢？不是，这个我们这个是6年600，在上一期是800亿呀，那你知道说？800亿里面，我们有差不多快30%的钱是用在哪里？你知道，治水的经费是用在景观工程呐。那我们想象说，治水的，你跟我讲说你在做修堤防，做什么做什么，做水坝修堤防，这个我都觉得很赞成。我们防洪治水可以用景观来防洪治水。我也不是反对说我们这个水沟来做这个景观，这个很好。但是你要做景观工程，你就另外编景观工程、景观造景的预算，你不应该把这个钱拿来做什么？利用这个钱，然后就把它消化掉，拿来做这个。你说这个钱如果用在这里，我个人是很难想象说我们可以用景观来防洪啊。做大水的时候，那个你旁边做的什么树种，你那个草皮种的再漂亮，经得起这些台风来的这些吗？但是我们真的就有地方政府就把这个钱，拿来做这些用途啊。那这些用途，就是说它的用途是，大家都是有些钱我们是很慎重，但是它就是什么太过于胡乱或者是乱用这样，那这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很注意啊，那这个怎么注意？你就是说你要可能，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可能就是说。要很明确的看一下，说你这个治水经费你是要用到哪里，那你用的用途来讲，甚至我们刚才有没有讲说我们在预算法有规定，我们立法委员有一个权利，我们可以给他附带条件，我们可以附带条件说限定你这个用途是只能做什么防洪有直接有关的工程，你不要再把我拿去做什么，这个什么美化啦景观工程，不是说美化景观不好，而是说我们这个钱是还是优先先做这个什么，这个防洪的工程比较重要。美化景观那有钱的时候另外我们再编嘛，还有是说甚至你也可以要求说你这个下去的时候要经过，这个什么按照采购法的程序要采用什么方式，你不要说这个地方派系以后大家就把钱昏掉了，这个是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说立法委员来讲，我们在立法院，我们看，我们可能从媒体上，以前我自己还没有去之前，我也说实在，我也觉得说，这个立法院这样子能够做什么事？但是我去了以后，我发觉说，其实看你有心没心呐，你如果有心的话，你还是可以，有很大的权力，你可以去要求他们做很多事啊，像刚才我讲的这些，防洪治水的工程的话，你可以要求他说，你这个一定只能用什么方式。做在直接的，你不能够做什么，还有甚至你也可以要求说他要定期来报告这样子，这个是我想各位如果以后当议员的时候，也不要小看自己的权利啊，那我想只要说不是我们不要说啊没有事情只是吃吃喝喝，有很多很多民意代表的话整天就是这边请客那边请客吃饭喝的这样子来讲，可能你就把时间花在这里的时候，那你就没有办法来做这些监督的工作啊，这样子是比较不好啊，这个，如果有机会的时候，一般我们会有个印象是认为说，这个议员来讲一定是说广结善缘，因为没有错，当议员来讲，你一定要人际关系非常的活络或你认识的人要很多，因为你代表民意嘛。但是代表民意的话，我们以后我们当议员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很多人，但是我们那个绝对不是，我们不能够说为了这样子，有很多议员、很多的立法委员就整天就是跟个地方啊，甚至跟着财团吃吃喝喝，每天应酬一大堆，
好，那这样子来讲，你就没有办法认真来看一些很多的事情这样。好，那各位如果说以后当议员的话，我认为说还是有时间要花在说，像这些资料的话，你还是要花时间去，哦，去了解啊，啊，你才会有很多的，我们还是有权利来做一些要求这样。好，好，那第八个就是说各单位的考察会议的人会用啊，很多是不是有必要啊？哦，这个我想这个媒体各位哦看得太多了，这个我想这个一直都没有办法改善，但是这个我们也可以要求了哈。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各机关所长的小金库林立啊，好，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政府的支出一定要经过预算，那预算要经过立法院的审查，对不对？但是，好，我们知道说有很多的单位来讲，啊，它还有各种的什么小金库啦，啊，比如说像这几天炒得最热的什么，我们故宫，对不对？故宫不是去日本那个什么翠玉白菜，那现在为了什么？为了这个国力这两个字突然没有了啊！我们说怎么样？啊，那我们是觉得说，啊，这个事先就知道为什么你到现在才在你，那个杂件都要给啊，贴不都引出去？你再来个化工啊，你这个什么？你这没人类不搞？这个我们是觉得说这个是有点怪异啊！啊，第二个来讲，哦，那如果说这个政府这么在意这个的话，那当时那个陈云林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连不要现在只是说国力这两个字，我们就要抓狂啊？那时候陈云林来的时候，我们国旗都要收起来。好，哦，我干嘛讲这？今天如果说是别人来讲这样子，我后晓得。今天我们马总统来强调这两个字，我是觉得说这个不好意思，我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形容词，但我想我不方便在这里讲啊。嗯，因为这句话如果说是别人讲的话，我会真的会觉得我可以接受。马英九来讲这两个话，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不好意思，我对大家都这样讲，好像那我感觉就好像想说一个妓女在这讲跟我讲说她强调贞操一样。哦，真的，一个不要。连陈云林来一个国旗都要撕下来，都要撤下来的。你今天你再跟我讲说，你为了国力这两个字在那个这，啊，我不是你，这是我现在讲中华民国，我现在我都还甚至怀疑你讲国力是指哪个国？你是台湾国还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他都还没有讲，嗯，啊，对呀，啊。哦，不过这个是题外话，不好意思，这个照理讲，以我一个当过校长的人，其实是不应该做这样的形容词啊。啊，哦，真的是觉得有点突兀啦。哦，这个，而且你这个你这你别差，我立马事先你这个运出去之前，你前五天都知道了，你就跟人家讲清楚，你都已经一直送到人家那边了，你才来讲这个，啊，哦。好像这个的话，像故宫，对不对？好，我们在讲的是讲故宫来讲，啊，是这几天。不过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上课的一个主题，我们就不要再讲一下。我们现在就讲说小金库林立来讲，我是要举例来讲，像故宫啊，好，故宫来讲，它也是属于教育，故宫是它是隶属于教育部的单位，它也是一个行政的一个附属单位，它的预算要不要审查？要审查。但是故宫来讲，他故宫自己本身的业务会维护会其实相对并不多，但是故宫来讲，他有一个什么，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单位叫做什么，故宫的员工消费合作社啊，啊，这个我们一般想到这个员工消费合作社的话，应该是不是说什么？这都只是一种福利性啊，或者是职工福利的性，应该是小小的。然后说不定就是说啊，员工推派几个代表去经营，对不对？员工消费合作社应该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一个消费合作员工的消费合作社能够说有多少的钱？但是跟各位报告，故宫的员工消费合作是一只大什么金鸡母啊？哦，他那个什么，你们有没有去过故宫？去故宫的话，你去买它有一些什么纪念品有没有？哦，黄制品，那个是
那个是谁在卖？是他们的消费合作社在卖啊。啊，那你看那个赚多少钱啊？好，尤其是这几年来讲，陆客来的时候是故宫是他们一个什么必游的一个景点嘛。而且你说陆客来的话，他们去故宫，每个人会不会买一个什么那个纪念品，一个翠玉白菜啊，那个假的有没有？那个一个好像是1200还多少，是不是？我小小的，我记得那个是假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塑胶，是要塑胶的还是什么？那个一个如果我没有记错，一个是1200，那个你看那个利润有多高？搞不好那个一个成本搞不好几百块就可以买得到啊！啊，不到100块哦。哦，那你看一个这翠玉白菜，我记得我如果没有记错，一个是1200还多少？反正说1000块左右这样。那成本的话，我是不知道的。刚才我们同学是讲说不到100块啊，你看那个利润有多高啊啊啊！他们那个还不用缴税，哦，那没有要不要缴税，那是另外一个租税问题。我们有没有？问题是说他怎么样子？他这一个故宫来讲，他这个钱的话，他就不用列入的，就变成什么他们的小金库啊，故宫的啊，故宫员工消费都是啊，然后当然他们就有你有那个钱，有那个盈余，他们就有想办法把它消化掉吧。所以他们的员工来讲福利就很好啊，啊，这个如果说福利员工福利很好，这个到底还可以接受，应该还有限。等一下这个钱就拿去，这个如果选举到了拿去资助哪一个，资助哪一个，这变成是一个什么？哦，所以像这些来讲都是。我们当议员的，我们要审查的时候，也是一个重点呐。好，那第十项的话，好，常见的这个就是什么？追加预算、特别预算常态化了。好，这个，咱台湾有一句话叫做啥？人讲哦，起厝按半料啊，啊，对不对？好啊，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追加预算或特别预算，其实应该都是在特定的情形之下，你才可以，哦，才有特殊或急迫的状况，你才来用嘛。但是现在有很多行政单位，他就怎么样子，哦，他就是会用这个像用这个撇步的样子，先让你造成事实啊，哦，他会编一个预算是什么样，小标榜大标啊，啊，哦。他这个预算来讲啊，我今天如果要花这个钱，我知道如果说这个花要花几十一百亿，这个是不是社会啊？大家立法人会反对，社会会很注目。我就编一个很小的，可能1亿2亿，啊，很小的案子，然后你也没有注意，而且觉得这个也怎么样子，也很必要。然后做了以后呢，这个先做了以后，然后糟糕钱不够了，好，那我们再来追加预算。啊，追加预算的时候，你说这为什么这么多？没有啊，你反正掏钱，当台湾讲掏已经洗了呀，你无洗好，敢未使？啊，头都已经洗了啊，啊，头都洗了啊，你啊，所以他就是把这个什么，透过这种追加预算，就用这种技巧，把追加预算或特别预算来讲，变成常态化了。啊，他就是说，我明明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先编一个小的，好，啊，然后怎么样子，编一个小的案子，而且这个小的案子都没有问题，然后后面先。让你造成事实，然后再来追加说，哦，这个后面还要再花多少钱，啊，这个也是我们时常看到的时候，他们编的这种预算，哦，这个追加预算或特别预算常态化，哦，这个我们台湾，哦，甚至像立法院最近不是在开那个什么临时会吗？哦，啊，这嘛是我个人嘛是感觉讲嘛真奇怪啊，哦，临时会来讲，就刚才像以前我们在学校当老师的话。通常你老师教书是不是平常学习中你要教书要认真一点，学习中教的书学生才有可能好好学习啊，你不能够等到暑修班的时候再来教一些比较重要的，对不对？会来上暑修的应该是什么？那些不是学习有障碍，你来做补救教学，恨不得你把进度把它赶上来就好了。你能不能是说你学习中你该教的课你不教，你要留到暑修再来教？这个不对啊。但是咱今嘛来讲，那马英九政府从他上任到现在6年来讲，以前从我们制宪民国35年制宪到现在，我们总共，哦，才开了11次的临时会。马英九上任6年，已经，哦，已经开了十次啊，
哦，他已经把什么临时会也常态化了。哦，我们知道说开临时会一定要符合几个原则，一个是什么急迫性嘛，或者是突发性或重要性嘛。哦，那你看我们这一次立法院在开这个临时会，有没有符合这个？一个要什么？要通过考试委员，第三个礼拜一个要通过考试委员，一个要通过监察委员，一个要通过什么？那个自经区或者这个监督条例。那你现在看这些的话，考试委员、监察委员又不是突发的事情。考试委员、监察委员的任期快到了，你为什么不在学期中常会的时候把它处理掉？啊，要开临时会来那个，啊，我们说这临时会应该像什么时候才应该，比如说像过去前几年，我们不是台湾有921大地震，对不对？921大地震之前是不是突发性？921地震还没有来之前，没有人知道会大地震啊。但是921大地震一发生了以后，我们是不是马上要赈灾，要做很多事情？你说像这种事情，你说来开临时会合不合理？有没有正当性？有啊。啊，你说像现在来讲，我们临时会这样子开，哦，像我们台联党来讲，我们是坚决的反对召开临时会呀，啊，哦，你说开这个临时会干什么？这个，你这考试委员、监察委员，我们台湾也曾经3年多没有监察委员，台湾嘛无斗气，对不对？我们这监察委员这个有那么急迫需要开临时会吗？哦，所以我们台湾来讲，像这种哦特殊性都把它常态化了，哦，追加预算、特别预算3万，临时会也是这样子，啊。好，那以上这些的话。啊，当然我们知道说政府会编的很多的这些，在我们是把它称作缺失啊，其实是他们行政单位的撇步啦。啊，那这些是我们如果当议员来讲，啊，我们可以来注意的点。那当然你说还有没有其他？当然还有很多啦，但是我认为说因为时间的关系也不能跟大家介绍太多，但是我想有个十几项，啊，我们大家可以往这个来注意这样。好，那我们越说越精彩哈，跟大家介绍说这个政府常有的这些缺失以后，那我们再来讲说，那我们立法院哈这个审查的实务啊，实际上在审查的时候，哈有哪些实际上的这个哦的作业的时候哈，跟大家也做一个介绍啊，哦那这些的话大概啊这些。可能这跟大家做一些介绍，所以那这个大概是没有说哪本书上或什么地方有在教这些啊，那这些就是一个经验的那样哈。那我们知道说立法院在审查的实务的话，我们知道说预算审查，我们一开始就有跟大家讲，预算审查它本身是一个很预算本身是一个很专业性的东西，是属于会计学、审计学里面的一部分呐，啊。它其实啊专业性是很高啊。但是预算审查除了专业性很高以外，其实它的政治性也很高啊，哦，它不是说像一般的啊，哦，公司的预算或个人的预算，反正我们就按照审会计协商这样，哦，尤其是立法院的预算审查，它有牵涉到很多的什么政治利益的角力啊，或者是资源分配的角力啊，哦，所以很多来讲是还有很多它的这些什么政治性很高。那在这政治性很高的情形之下，我们实务上在怎么进行预算审查呢？啊，那我分这几个部分跟大家做一个介绍。第一个就是说，哦，你审查的法源依据、审查的期间，哦，那查核的种类，还有执行单位跟重点，跟查核的原则跟处理的阶段，这几个来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说明啊，哈。那立法院的预算审查，它的法源依据的话，哈，啊，这个，好，我们立法院在审查，那审查的话，你第一个，当然，这个看起来来讲，我们说立法院的审查是很政治性很高，看起来而且我们从电视上看的好像也知道吵吵闹闹，但是其实吵吵闹闹那只是一个表象啊，但是你真正要处理预算的审查的时候，你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什么法律的层面呐，啊？那预算审查的法律的层面，它的依据有两个，最主要是啊，依据的是一个什么预算法啦，啊，这是一个法定的
跟预算审查有关，我们很多预算审查，你立法委员凭什么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做，就是预算法赋予你的这些什么这些法言呐、啊，你可以这样子做啊。好，一个是预算法，另外一个是什么？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审查程序呀、啊，好，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啦。好，大部分都是我们整个在进行审查的时候，我们的法律依据就是根据这两个啊。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做法律依据，在这审查的期间呐，哈，好，立法院有关预算审查的时间的话，这个是配合预算啊的一个的时期。我们知道说，立法院来讲，它的作业，哈，立法院它是分成，好，立法院现在一届的立法委员有几年？有四年呐、啊。对不对？那他四年里面，他分成两个会期呀、啊，哦，第一个会期是从2月1号开始哈、哦，到5月31号，这是第一个会期呀、啊。那第二个会期的话，是从9月1号啊，哦，那到12月31号这样子啊，好、哦。那这个两个会期里面哈、哦，我们知道说，通常来讲每一年两个会期，第一个会期。哦，因为我们知道说预算审查是不是像我们要审查预算是审，现在如果要审查今年要审查哪一年度的预算？民国104年的、103年的预算是去年就审查过了嘛，一定要在年度开始前我们要审查，啊、哦，审查完，所以预算审查一定是我们现在要审查是104年，那104年的预算要什么时候审查？在第二会期，就是下个会期，就是9月1号开始那个会期就要审查这个什么？好，审查这一个，这个，下一个年度的预算。那9月1号开始那个会期要审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审查是怎么审查？好，它可以分成什么样子？分成行政院所属机关跟作业机关。这个是什么？行政院及所属，这个是属于什么？属于各单位的什么公务预算呐、啊？那这个公务预算的话是怎么样？跟时间有关系。你如果说在12月底之前没有审查完的话，这个行政单位公务预算公务能不能推动？不能推动。所以立法院一定是什么？这些行政单位的公务预算先审查，那审查完了以后再审查什么？作业基金啊，这比如说像以前我们学校的校务基金一定摆在后面审查。为什么？因为校务基金你如果没有审查完的话，哦，它可以怎么样子？它基金还是因为它是基金的预算，所以它的还是先运作这样子啊。好，所以说在审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审查时间的话，预算的审查是属于每年度的第二个会期，就是9月份开始那个会期审查，而且审查的次序是从这个行政院就所属机关，就是公务预算先审查，然后再审查什么作业基金跟事业单位啊。好，那这个是我们有关预算审查的期间是大概。那但是由于审查的话，通常都会在什么？好，我们会不会9月1号这个会期我们会进行预算审查？但是会不会说9月1号就开始进行预算审查？不会，因为怎么样？预算书一定是差不多7、8月的时候，行政单位上半年他编好，哦，他7、8月才会送给立法委员。好，那立法委员的话，要是不是拿到预算书就可以审查？不是，他要有立法委员的助理要开始去研究去 study 啊，好，所以通常这个预算审查都会在下一个会期的什么的差不多中段以后才开始审查了，好，所以说大概我们先知道说在实务上审查的时间是在第二个会期的中段才开始审查。好，那其实各位你给大家看啦，如果说差不多现在6月，差不多下个月的时候，好，正常的话那个行政单位会把预算书哈，我想可能就我刚才讲的，可能立法院的工友会用推车推很多个好几百本的预算书到每个委员那边呐，可能很多委员的话就会开始怎么样？哦，开始上面讲说这个今年度预算怎么样，哪个单位预算怎么样？哦，其实你们如果说我们知道它的流程的话，就知道说其实那时候讲有没有意义？那时候来讲，因为预算都还没有开始的话，
哦，那个时候他收到预算书所发表的言论呢，哦，大概对议员来讲只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你争取这个什么媒体的曝光啊，跟给行政单位预告审查项目以外，哦，基本上对，哦，行政单位没有任何的约束力啊，因为我们的预算审查还是要经过他的一个法定程序啊，哦。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审查的种类啊，好，审查的种类的话，就是说我们实务上来讲，立法委员的审查的话，啊，大概是可以分成啊这两种啊，啊，一种来讲大概就是策略性的审查，一种叫什么专业性的审查啊，啊，策略性的审查是什么？啊，是以政治性的考量为主啊，啊，这个。有很多像比如说我当立法委我要审查的话，啊，这种就是一个什么政策性的考量，我根本就不用跟你讲说任何的理由，我认为说你这个我就是不爽，我就是要把你删掉，不可以这样。其实可以啊，这个立法有没有这个权利？有啊，比如说像什么，像我们台联党，我们很反对中国要来并吞台湾，对不对？那我们的陆委会一天到晚要去跟中国那边什么勾勾搭呀，对，有没有这样子？那我们就讲说，你整天那好吧，那我就不喜欢你做这些动作，我把你这什么两岸交流会用，我全数把你删除掉，可不可以？可以呀。啊，你说问我说为什么把它删除掉？没有为什么，就是你的这个行，你这个政策跟你这个行为跟我们的政策立场不一致啊。就这么，就是跟我们的立场或者跟我的想法不一致，我就把你删掉，可不可以？可以。这个就是什么？这没有什么理由，这是纯粹是政治性的考量啊！啊，哦，那当然，如果这种政治性的考量，这种 O 不 OK？ 其实是 OK， 因为这种东西怎么样？你要做这样子，你还是要经得起民众的这些检验呐。当然，比如说像我们台联党，我们说啊，哦，我不喜欢中国来并吞台湾，这个是你这样主张，有人会赞成，但有没有人会反对？有啊，有我们台湾也是有一些统派的啊，啊，对啊，他们可能就不，但是不管怎么样，没关系，那我们就大家来检验这个，你认为说这个这样子的政治立场主张你不同意啊，那以后就大家选举的时候，大家就投票来检验这个，我认为说这样子的政治立场来策略性审查，我个人认为说。其实我个人还是认为是 OK 的啦，哦，是可以接受，因为这个还是需要经过民众的检验。那有一些呢，有一些政治的策略性的审查，不是政治性，而是什么利益性的？有没有这样子的立委？有啊，我们知道说有很多立委，他是号称是什么什么立委，有没有？比如说号子立委啊，什么立委，他是在帮某一个产业或某一个企业或某个财团，他所推举出来的，有没有这样的立委？有啊，那他策略性的，他就是要什么？要你经济部要帮助什么？要审查要做什么？那这种的话，可能我们就是要比较避免呐，啊。尤其是各位以后如果说我们当议员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是说被人家贴上这个标签，我们是对特定的利益团体啊，或特定的财团啊当门神啊或什么，那这样子来讲，哦，可能就是比较不好。所以策略性审查的话。哦，就不用什么，你也不用什么那个，就是说你要怎么删都可以这样。那第二种审查的种类就是什么？哦，专业性的审查啦。专业性审查是什么？那个就比较不是这种政治性，而是说你就跟他以什么东西，以法规啊，或者是以你的啊，哦，那个查核技巧这些呀，啊，哦，这种东西的话，我就是说我法律规范怎么样，你预算该怎么编啊，哦，那这种东西就是说。你立法委员或者你议员有没有认真，就比较在这里啊。好，哦，有的立法委员整天就是吃饭应酬这些，哦，他也不看书来讲这个，哦，他怎么可能去呢？那你如果说是要进行这个专业审查的话，你一定要比对方看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知道说预算的编制一定要有法律依据啊。那你这法律依据，你要去研究它的法律依据合不合理、适不适当、有没有违法、有没有违反正当性，啊，哦，还有那什么，我们知道说，刚才我们也讲了很多啊，他们在行政单位在编预算的时候，他们有各种的考量，他们会不会作假，他们会不会隐藏一些东西，
会啊，那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怎么样子？我们要有那个技巧去帮他。等一下我们会讲哪些技巧，好，我们你要有这些技巧去找出他的问题出来啊。啊，那这种的话就是说比较能够说凸显你的什么，哦，专业性啊。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立法委讲说啊，他是专业立委。哦，那其实我们要检验说他真的是不是专业立委，你就要看嘛，他是不是很认真的去读书或者去研究，哦，那他的专业性有没有呈现出来，哦，这个是我想我们在审查的种类，我们大概可以分成这两个。好，那我们在立法院在预算审查来讲，哦，谁可以来审查预算审查，其实有三个，有三个人，三个单位，有三个单位可以来再进行审查。一个是什么？立法院他自己的一个什么预算中心呐？好，因为我们知道说立法院是一个组织，对不对？立法委员现在有112个人，好，这个112个人其实也蛮多的，那各的，但是所以立法院他自己有成立一个什么预算中心呐，啊？那等于预算中心就先帮怎么样子，帮每一个立法委员，就是说先也来做这个预算审查的工作啊，准备工作。好，那这个预算中心来讲，好，哦，它的审查重点是什么？哦，它是因为预算中心是属于立法院的一个编制单位。它里面的研究员啊或成员啊很多都是什么公务员啊，哦，所以他们来讲他们是属于比较强调的是中性的审查的，他们比较政治性的一个审查比较低啊，哦，预算中心他们就是说通常有几位最后你的预算是不是合法或司法性或者正当性来讲，哦，他是，哦，中性审查政治性意见啊，那他们比较常见的审查意见会说什么？比如说，哦，你这个单位的营运机太多啊，业务人员比例太高啊，财务结构不良啊，等这些来讲，都是一些预算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怎么样？比较中性啊，正是这样。这些问题是很多都是什么？结构性的问题啊。啊，那行政单位的话，你找出这些问题，行政单位也很容易就可以解释说明啊。比如说，你说他业务人员太多，他可以跟你讲说。哦，这个是我们配合行政院的人力的什么预缺不补的政策啊，所以我这些工作还是要做，服务人民的事情还是要做，但是我现在预缺不补，我现在人力不足，所以我就怎么样，哦，我就多聘一些业务人员，要把你应付掉，很简单呐，啊，哈，哦，那所以这种问题的话，它每年重复发生，你可以找出来，但是它很容易就跟你解，但是它能不能改善，大概也很难，所以重复性非常的比例非常的高啊。那这种题目是怎么样？这个预算中心他们会帮委员找出很多这种题目，但是这种题目是只有什么样？那种委员如果说太忙了，没有做功课的时候，哦，而且也没有适当的题材的，当立法委员有的时候，你立法委员你在立法院的时候，哦，这个你在议场的时候，那个什么媒体的摄影机都照着你呀，啊，哦，你也不能够说出去上去的话，那你都没有话讲啊，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为了他没有做功课或也没有适当题材的时候啊，那我就去预算中心找一些问题来问一问呐，啊，啊，这种方式的审查方式的话，其实对政党对委员个人的形象加分不大，哦，啊，因为你如果说去问那些行政单位，只是问他说为什么你业务人员那么多，每次都问类似这样的问题，你问他说你财务结构不好，啊，他就。只是说让你能够说有一些题目可以交差的，但是这个对于政党或者是对于个人来讲有没有怎么加分？没有，大概我们一般民众我们看到也对他也不会有很多印象这样啊，哦，所以这第一个是预算中心的执行的哈，好，哦，第二个来讲就是立法院的党团呐，我们知道说立法院来讲，你如果有30席以上的立法院的委员的话，你就可以在立法委员成立党团呐，啊，像台联刚好有30席，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党团呐，啊，那我在立法院台联党团来讲也担任总召啊，啊，那其实这个立法院里面有党团跟没党团，这个差别，这个差异很大了，啊，你知道说我们一般会想象说啊，含议法案的审查都是什么？都是在立法院大家表决举手，没有。
其实我们80%的法案都是透过政党协商啊，真的拿到立法院议场那边在表决的案子，其实差不多1%左右，1%到2%之间呐、啊。为什么？因为有太多的案子来讲，根本不需要，而且也不可能。你逐项一立法院一年来讲有好几千个案法案要审查，怎么可能每个案子都在那边投票表决？好、哦，都是在哪里？都是在政党协商。那政党协商到你如果有党团的啊，哦，你党团的总召来讲，哦，不分你是国民党、民进党或台联，不分你党团大小，你只要他是采共识决呀、啊，你三个党团的总召只要有一个，哦，不同意的话，协商就，哦，协商就不成立呀、啊，好、哦，所以。这个党团的话，立法院党团它有很大的这些什么，啊、哦、的功能呐、啊。好，那立法院党团它可不可以审查预算？也可以。那立法院党团的话，它的预算审查它的重点都是什么？它通常是以党的立场来检视执政党的施政报告啊。好、哦，党团来讲，它所做的都是比较什么政治性的、策略性的审。我们刚才前一页讲的什么策略性的审查，它就是什么？从政治面来考量啊，好、哦，好、哦，就以党的立场来检视他的施政报，就整案进行审查，好、哦，例如说哦，我就举我们台联来讲，我们反对哦马总统要中国要并吞我们台湾，对不对？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什么陆委会的预算是不是变得太高？好、哦，好、哦，他编了太高的宣传，我们就把它删掉。你问我说为什么删掉？没有为什么，就是。这个跟这笔支出跟我们党团的政治立场主张不一样，可不可以这样删掉？可以，就把它删掉。好、哦，还有像去年的美牛案，对不对？好、哦，那国民党不是因为他们人数比较，他们就是强行的要怎么要通过，所以表决他们人比较多，表决过不过？一定过啊，对不对？那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挡住他们，但是美牛案进口已经通过，但是你这个美牛案要进口来，你这个那个。经济部是不是或者卫福部来讲，是不是有一些要执行这个案子的，是不是有一些经费需要？那我把你的什么呀，经费全部要删除啊，让你案子通过，但是让你也没有办法来怎么样，来进行啊，可不可以？也可以啊，这个表决我输你的，那我就从别的地方我预算全部把你删掉。那当然删掉了以后有没有做？这会不会的？那当然。国民党他当然他们也还是人数，他们可以再复议，再把这个预算再恢复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子的话，我可以跟你再来一个什么第二回合的另辟战场嘛。哦，这个表决的时候我输你，那我在预算的时候啊、哦，那再来一次嘛。哦，这个都是什么？我们立法院党团他们通常对预算审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好、哦，这些都是我们立法院审查的实务里面哈、哦。这是第二个执行的单位。那第三个的话，哦。也是主体的，就是立法委员个人呐、啊，啊、哦，那立法委员个人的话，啊、哦，当然就是我们立法院来讲，还是以立法委员为主体，所以立法委员的话，可以就个人关心的议题，哦，进行这些什么，哦，审查啦，啊、哦，例如你不管你是，比如说像我是学教育的，啊、哦，我当过校长，可能我会对什么样，啊、哦，对这个教育的问题，我会比较关心呐、啊，或我最少会比较了解啊。我可不可以对教育的来进行审查？会呀、啊，像尤其像今年12年国教，你看今年在接着的预算里面，12年国教我要不要好好的给他审查一下？当然一定要啊，因为这样造成这个社会这么大的动荡啊，这个我一定要多关注一下。好，所以说第三个执行单位就是委员个人了、啊。那委员个人来讲，你也可以就政治性，也可以就你个人的专业性，或者是就你的背景来进行加以审查这样子。好，那我们接着来讲，就是说，那审查的时候要怎么审查？好，我们各位如果当议员的时候，我们大概掌握住这几个重点了。我们审查核的原则啊，好，第一个来讲，我们是看它的什么合法性，因为我们知道说，政府的行政一定是依法行政嘛，对不对？所以你同样你编的预算来讲，你不能够说随你的个人的你按那边，你要怎么编的话，一定要什么要合法性嘛，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哦，你有没有以预算法或相关法规是不是相符啊？第一个，我们就去给他看他是不是合法，对不对？好，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要当议员、当委员的话，我们人家讲说，你议员或委员有林金博的是这些啊，
哦，你不是说啊，你刚叫林金德招呼派出，还是在杠的搬乱呢？不是，你有没有认真？哦，这种合法性，或者是你就是说你有没有比人家更什么更用功的话，你要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合法，你一定要花公文去研究嘛。啊、哦，第二个来讲就是讲，即使他都是合法的，你可以去看他是不是合理，啊、哦，那合理怎么样来看，怎么来判断他合不合理？好、哦，第一个来讲，我们可以是说。跟他的施政计划是不是相一致啊？下面再讲几个方法可以啊。好，第一个我们可以来看说，他的预算跟他的施政计划是不是相一致？因为政府来讲，他一定有讲说他的施政方针是安怎。就像一开始我讲举例讲，比如说政府跟我们讲说他要照顾弱势，照顾贫穷的老百姓，啊，如果说这个是他的施政方针。那我们可不可以去预算看？他说，预算里面有没有编列这些什么，这些社会福利支出有没有照顾弱势支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跟他讲说，你这个合不合理？就不合理啊！你光被照顾弱势，但是你预算你根本没有表现出来啊！好，这第一个我们可以这样。好，那第二个来讲，我们来进行分析性的复核程序啊！啊，这个可能这个是比较专业性一点啦。好，因为我们知道说。什么是分析性的复核程序？因为我们知道说会计这个东西来讲啊，好，它是由什么由阿拉伯会计科目跟阿拉伯数字里面啊所组合而成的，而且会计它本身来讲啊，不同的科目跟它们之间都有它们的逻辑，有它们的相关性啊。那我们来进行分析性复核程序的话，我们就是说从很多它的数字里面，我们去看它合不合理啊。好，这个比如说像我们一般公司，它如果给我们一张财务报表，好。他跟我们讲说啊，他都没有负债，你相不相信？哦，那你都没有负债，那我可以啊，我可以看你有没有利息支出啊。你跟我讲说你都没有负债，但是你却有利息支出，那代表什么意思？你没有负债，你怎么会有利息支出？哦，除非有一种情况说啊，你负债到年底的时候，12月31号之前，你全部都要还光的，都把它还完的，哦，但是这种东西的话。一般的话不会这样子啊，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去看你如果有利息支出，我就去看你有没有负债，而且负债相不相当啊？好，你这个一年利息支出好几百万，但是你的负债只有很少的金额，这样有没有问题？就有问题啊！这个利息支出是不是真的？还是你有没有隐匿这些负债？好，那再反过来讲，比如说像你的固定资产。好，固定资产来讲哦，编了很多，但是你的折旧费用编得很少，合不合理？也不合理，因为我们知道说固定资产跟我们的折旧费用中间有没有分摊，有没有一个合理性？好，通常来讲，你一个资产耐用年限几年，大概你的费用跟那折旧跟资产之间就有一定的比例关系。类似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从这很多的这些科目来讲，好，而且这个你如果说会用这种科目来那个，你可以让这个行政单位哈，好哑口无言呐，啊，对不对？这个他跟你讲说他要支出什么，但是你可以马上从数字里面，从他的报表的数字里面，预算的数字里面告诉他说，你这个地方是错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哦，这个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什么？查核程序呀，好，那第三个的话就是什么趋势分析呀，啊，以历年比较，因为我们知道说政府的预算其实它每一年是不是基本上都有一个它的这种延续性，好，除非有一些特别的重大的情形之下，好，那这种的话我们才会有很大变，那我们可以是说什么？我们在查核，比如说我们要查它104年的预算，我们是不是就只有看这一年度的？不是，我们可以拿上一年度来比较啊，比如说他的人事会今年跟去年比起来有没有增加很多？哦，通常这个用人来讲，你除非你的工作、你的正事有很大的变动，要不然你的人事会是不是应该都是固定差不多的？哦，还有你的，比如说你的交际会、你的哦、你的这些哦那个宣传会或者是广告会，这种东西来讲，跟你的这个，除非你有特别的情形，要不然来讲。这种跟以往年度应该是都有一致性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进行这些什么趋势分析呀，啊，好，那第四个的话就是进行什么呀？
哈、哦、结构分析呀、啊，啊、哦，或者是透过比例或百分比来判断呐、啊，啊、哦，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的报表里面来讲，我们的每一个科目或每一个项目，它的支出占我们的总预算里面应该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呀、啊，啊、哦，这个比例关系，比如说你这一个人事费用应该是占我们整个的总预算，比如说是两成三成，那你今年来讲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很好，或者是说你这百分比是多少？像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可以用来，哦，加以怎么样子决定来判断，是说它是不是具有合理性的一些方法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不能够说举很多例，或者说再进一步的这个，如果说你想要，哦，想要再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些的话，其实在一般坊间的这些什么审计写的课本里面都有很多很详细可以。再经验，但是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大概也不能够说跟大家在，我们只能跟大家列个头啊，啊、哦，那个可能自己有兴趣可以自己再去找这样。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哦，除了说合法性、合理性，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政治性啊，啊、哦，那政治性的考量的查核的话，啊、哦，我们第一个当然是什么这个。疫情的反应啊，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说，当议员啊或当立法委员，这个我们都是属于民意的代表嘛，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在做很多事情来讲，我们其实是要反映民意呀、啊。所以有些民意，有些疫情反应的很激烈的时候，你在预算审查的时候，你当然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来啊，啊，对不对？比如说像，啊，我刚才讲的，比如说像最近呢，今年。教育部的预算里面，我们要不要把这一个十二年把国教署的预算拿来特别的审查？好，因为最近来讲，他十二年国教，今年你看，昨天也有很多人在游行在抗议，好，那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一个什么疫情的这个反应，把它怎么样啊？把它列举出来啊？好，那第二个来讲是什么啊？政党的主张啊，啊，政治性的话，我想啊，政党的主张。啊，这个一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因为你政党来讲，你除了说从这种宣示性的说你的主张以外，其实预算也是一个很容易来表达你的什么呀？你的一个这一个哦，这个你的政治的立场的一个主张啊，比如说像美国的民主党跟共和党，啊，我们都知道说共和党是比较偏向资方的，啊，民主党比较偏向那个一般啊那个社会主义的。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两个党他们对预算的观念是不是就不一样？好，你说像英国的那个保守党还有工党，啊，他们也都是不一样啊。好，那我们在台湾的话，你说国民党都变得对预算的态度跟民进党一不一样？当然一定也是不一样啊。好，所以政党的主立场跟主张也可以反映出来我们对政治性的预算审查啊。好，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地方需求的考量啊，好，因为我们知道说立法委员来讲，立法委员组成是不是有两种，一种是区域的，一种是不分区的。区域的就是怎么样，由地方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好，那另外有一种不分区，不分区就是由政党啊比例来推荐的。通常来讲是不分区的立法委员比较啊不会考虑到地方的需求，但是区域选出来的立法委员他会不会考虑到地方需求？啊，因为他如果不考虑地方需求，他下次就不用选了，对不对？啊，你如果说我是台南选出来的，那我从来都没有帮台南争取预算，或不帮台南讲话，那下次我要不要选？啊，下次人家台南说那大概就不用选。所以很多这种区域选出来的立委来讲，他们会很重视这种地方需求的考量啊。好，那第四个当然就是立法委员个人的需求啊。啊，那每一个立法委员，每一个人的背景啊，或者是说他的各种的个人的价值观会怎么样子，都会影响到什么？你个人的需求会影响你的查核啦。啊，这个比如说像我，啊，我来自于啊当过校长，所以我来自教育界，所以我可能我在审查的时候，我会比较偏重于什么教育经费的审查。啊，那有的委员他是来自于。哦，来自于这个不同的背景，他可能就有不同的那个哈。我想这个是人之常情哈。好，那接着的话就是说，那立法院审查的阶段呐，哦，处理的审查的阶段，我们知道说立法院的审查分成三读会啊，
啊，任何法律案或预算都经过三读会的，才算是经过三读会通过才算是定案呐。好，那通常在一读会的时候，我们在一读会就是最基本，就是说只有宣读说哦哪些案子哪些案子的时候，那这个一读会的时候啊，不管是委员或各或政党来讲，那都要提出足够的预算案呐、啊，以凸显啊，这写错啊，以凸显本党委员的努力跟扩大影响力啊，因为在一读会的时候，大概你要先求什么量的表现呐、啊，你不管你是委员个人或者你或者政党，你如果说你预算案你不提案的话，那人家讲啊，你到底你有在做代志不？那这个所以第一个你当然一定要什么样？要提以量取胜，你要提一定的量啊，那可以凸显你们的努力，还有什么呀？你的影响力啊，因为你如果都不提案的话，行政单位会不会怕你？他会认为说很喜欢你，都最好立法委你都不要提案，因为什么？你越不提案，他越没事这样，但是要考虑到量的，但是要注意的话，不可以太过，但也不可以太过于胡乱呐，因为有很多委员来讲，他就是会怎么样，太过于胡乱呐，以这个是一个事，以前有一个委员，我想我就不要讲哪个委员了哈，那他一个人他就提了1000多个案子啊。那1000多个案子，你觉得说，本来想说，照理讲应该哇，他很认真，对不对？其实不是啊，他怎么样子？他就是给你乱提的，那被操作者，他就是给你乱提，然后提了以后，每个单位他都是要给你删，要给你怎么样？然后很多单位就会怎么样，就有压力，就要来跟他谈呐、啊。那来谈的话，就是说啊，那我那你要跟他交换些什么？你如果说行政单位他要什么东西，你给他了以后，他就把案子撤掉，那其实这样好不好？这个就不好，所以说一定要有足够的量，但是也不要太过于胡乱，太过于胡乱风险很大，人家只要把你这个在媒体给你放一个消息说啊没有，你就是要制造这个来跟这个行政单位这个什么谈判的筹码而已啊。好，那二读会的时候啊，二读会通常都是到政党协商的时候，这个一读会可能各个政党或各个委员会提了一大堆，但是到二读会的时候会大部分都会处理啊，二读会的时候就党团的时候就是会去把它处理掉这样子啊，那到三读会的时候三读会就是实质上决定我们预算的一个金额啊，就会定案的啊，那这个定案来讲，我们一般通常对预算的定案大概有这几个方式，一个是什么删除啊，我就把你这个行政的把内政部的什么预算把你删除或者是说我把你某一项的费用删除，或者是我没有针对你某一项的费用删除，但是我对你某一个单位采取统删呐、啊，比如说我对你内政部我就统删5%，这个至于多少那另外有第三种来讲就是什么冻结呀、啊，那这三种的话就是说我们在预算审查的时候，通常到三读会的时候就已经要做实质的决定的时候，会有这三种方式，那这个。删除、统删或者是冻结的话，你们认为哪一个是最站在行政单位来讲，哪一个是他们最害怕的？啊，删除，不是冻结。删除的话，你怎么样？你知道说删除的话，你就是说，比如说我把这个教育部的什么12年国教或者某一个教育部的什么什么预算，我把它删除。那你要知道说，这个有时候行政单位他怠惰，他不想做事情，他有时候还希望说你立法院把他删除，为什么？你删除你这边做扛鬼，那他到时候人家如果骂他说没有立法院把我们预算删除，我们就没有钱，我们就不用做，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所以删除的话，他有的当然一般我们想删除等于是把他的经费拿掉，他压力会啊，但是有的是要注意一下，有的时候是有些行政单位他根本也不想做，最好你就把他删除，他反而借这个机会就脱身了。那另外第二种是统删的话，统删是说我对某一个单位，我不是说把你什么功能，而是说你自己，我全部把你统删5%、10%，你自己去调整。这个的话会让这个单位他能够用的经费是有受到限制，是没有错，是会影响到他。但是要注意到说，这个有的时候会给这些机关首长啊，因为你给他统删5%，如果说我是一个部长来讲，你给我统删5%。
我回去我并不一定是我每个单位都各删5%，我可不可以就是这样？我可以比如说我回去反而我被立委统删的5%，回去以后我再来修理看哪一个我比较不喜欢的单位，就把它的全部删掉啊，哪些比较其实没有影响哦，所以统删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是哦，统删的话要注意到说这个会不会给这些机关所长回去变成他们一个哦操弄的一个工具这样哦，这是统删。好，那第三个的话是冻结呀，冻结通常是行政单位他们比较不喜欢立法院给他冻结，不喜欢议员把他冻结的，因为冻结的结果是怎么样子啊，并不代表删除，他的工作要不要做，他还是要做，但问题是冻结的话他还是要做，但问题是冻结的话只是说你要把你该做的改善的事情改善了以后我再帮你解冻，那你再去做，但问题是你在这个改善的过程你要做这些工作，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解冻以后，因为你可能会不会压缩到他的执行期间啊，会压缩到他的执行期间，所以他的压力会比较大啊，所以冻结的话啊，其实是我们委员哈或者议员来讲，我们要 K 这个行政单位的话啊，这个是比较有利的，因为真的行政单位会痛的是其实是冻结啊。哦，那删除跟统删的话当然也是会痛啊，但是有的时候效果会刚好不一样这样。好，那最后当然就是哦，要本来跟大家做一个结语做一个结论啦哈，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想我只有把它秀出来哈。哦，结论本来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哦，预算来讲哦，理性预算是不是天方夜谭啦哦，那政监预算的政监预算的名师啊，那有志天书啊，难把关呐、啊。这三个主题，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好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这个结论啊，哦，理性预算在讲的是讲说这个预算来讲，是不是说透过这样子的审查，我们而且各方的这些角力了以后，可以把我们有限的资源怎么样子，哦，用到最合理的一个地方，哦，这个是在学理。是认为说预算审查应该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这个就你能够说把每一份的资源它的边际效用能够说各方的争取到说它边际效用哦都相等的时候，就是我们整个的预算的总效用是最高的哦，是这是一个理想，是不是一个天方夜谭哦，这个很有可能啊哦，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各方的角力，但是各方的角力又牵涉到很多的哦，因为角力的过程里面大家的力量并不一定是均等啊哦，就像政党来讲，不是每一个政党都实力都一样，有大党小党啊。好，哦，这个啊，哦，所以说这个理性预算是天方夜谭。好，哦，那建增预算呢？啊，建增预算是说，我们知道说预算来讲，每一年你说预算好几百本，你每一次都从零开始审查，那真的是劳民伤财，很不可能。那我们知道说预算有很多都是什么？它都有延续性、有重复性的。那我们是不是说可以审查的时候，重点就是只有把今年度有变动、有增加的预算，我们来审查。以前过去已经查过，就不审查，啊，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中间啊比较对应的是一个什么？美国另外他们有零基预算呐，啊，不过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认为说这个中间还有很多的迷思，我们可以那个啊。那第三个的话讲是说。有志天书啊，啊，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讲说无志天书是加歹读，啊，无你也上歹读啊，吼，对不？那讲免钱也上贵啊，无你也上歹读啊。啊，预算书来讲是什么？是一个有志天书啊，啊，各位看一下，有机会你看一下预算书，其实都写得很清楚。但问题是，啊，一般人有几个看得懂这个预算书？这个都所以说，我们有预算书来讲，啊，这个中间有很多的这种，它不是只有会计的专业性的考量，还有很多是政治性的这些整合啦。好，那所以我想，好，我们就做这三个是给大家做一个。那现在的时间是刚好是10:20呐。这个我当老师有个习惯，后来我发现说一个现象是说，老师如果上课哈迟到哈，都不用担心学生会不高兴，因为有时候迟到我们自己本来会觉得，但是学生都说老师你慢慢来，不要急。好，老师你慢慢来没关系，他们只差没说老师你最好不要来。但是如果说下课时间，如果说你没有准时下课哦，你会发觉说学生哦在下面都很坐立难安呐。啊，
啊，一开始我是觉得说这很不能接受，但后来我想通，我就不能怪学生他们作孽，因为人家他们学生他们搞不好有的要去打工，有的要去补习，什么？你老师你很认真，你在一直讲，但是会影响到别人学生的下一堂课的课程啊，所以我都一直很希望说我自己不一定准时上课，但我一定尽量希望说准时下课。好，那我们是不是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谢谢。